圆的身体。然后呢，手跟脚呢？手跟脚。鞋子呢？鞋子我不会写，鞋子你帮我写。青菜我也可以。画个小圆圈嘛，好玩嘛是脚啊。鞋子你帮我写。你要自己画啊。还要画眼睛，我把这个。眼睛跟鼻子在哪里？还有耳朵啊。阿丹有没有头发？他没有头发。他没有头发哦。我用这样写就有。各位，要不要拆开啊？还有他的手。他的手。我再换了，再换两边。还有他的。耳朵嘞？等一下哦。他有没有这个耳朵？他没有耳朵。他没有耳朵，怎么听东西？他要听声音啦、啊！从头围人。是你做。过一个，重来。变了，这边。这是谁乱画的？给你围，像围。这又是谁乱画的？你画的啊？谁画的？天鬼、啊。你画图的时候做好，不要这样。这样，这里我教你。看过来。好了，给你啊，你围啥？对。可以围栏，围栏。好了，这边就有空白了，你是不是很大？啊！太闲了。对，看过了。好了，给你不围啥？给你。那是什么？好大一个。人啊。人呢？又会逃啊。也开。手呢？身体。手呢？还有他的鞋子。鞋子，改了围，你改了围。你自己画。鞋子要护是鞋的。好了，你自己画。拿笔不要这样拿。笔拿好，笔还没平啊。拿笔不是这样啊！你到位拢搞围个圆圈，你是不是违规啦？笔拿错了啦。笔要这样拿，妈咪头你看。你挂起来拍眼。妈妈。那来拍眼。头头要写一个蛋哦。啊，你拿笔不可以这样拿。蛋是这样。圆圆的，嘿啦，圆圆的啊！你不可以这样拿笔，跟你讲啊！哎呀，还有这样，拿笔拿好，好来，你要画什么？今天的事是什么？怎么勾起喉咙一下？我要写的是房子。啊，不是阿乐去啊。妈妈，啊，彤彤，彤彤喜欢写房子。